这仨人啊，好，谢谢谢谢。哎，你看也有爱我的啊，爱我那个长得一般啊。你摇号去，去。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啊？我们这儿女主持都跑了仨了啊，谢谢吧。于老师在家净叠被了，你看看啊，不是叠被，过日子人。这个刚才这俩人，大伙儿都看见了哈。啊，一个是给观音看后山的王耀松，一个是披头散发的朱汝昭啊，挺好，年轻有膀子力气，是满台飞呀。是，他们说民间给王耀宗还起个外号叫小万人迷，我还真有这名字。嗯，清朝末年在北京有两个万人迷。哦，哎，一个是这个说相声的前辈李德阳先生，外号叫万人迷。对，还有就是八大胡同有一个万人迷，是，这个他叫小万人迷。小万人迷啊，挺好，观众也爱听，嗯，风格很火爆。对，你让我们俩现在照他这么说，嗯，就觉着累了。不能这么演了，岁数大了，嗯，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相声？对，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不是前几年，是吗？包括他媳妇还说我，你现在体格不如原来。是干嘛非他说呀？干嘛非他说呀？这，他那会儿，你想啊，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嫂子看我们俩演出的时候，台上小伙子正精神的时候啊，现在站在这儿，俩人跟俩老头似的，是，所以嫂子也是有感而发。哦，因为这个，哎，这个解释太好了，哎，甚是美妙。哎呀，幸亏解释出来，那错不了。说秃噜嘴了，谦儿哥也不会恨我。那是一起快二十年的交情了。嗯嗯，真的啊，就是在我最不如意的时候，嗯，你在我身边，那是哥们儿。没饭辙的时候，嗯，你在我身边，看的是交情。分文无有，嗯，你在我身边，就这仗义。同行排挤。嗯，你在我身边，这都应该的。这么多年，特别想问，嗯，是不是你方的我？哎，对，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没有你我可好了。嗨，有了你我倒这么些个霉啊！玩笑说玩笑，打小一块长起来的，没少占人家便宜。那倒谈不得。跟谦儿哥在一块，我说句良心话，嗯，几乎没有花钱的机会。也用不着你掏，家有钱，一块吃个饭，咱这还努力的掏呢。嗯，这300块钱都攥出水来了。哦，啊，还跟人客气，来我结账。嗯，人家掏卡，嗯，刷我的卡，啊，我就刷卡了。出去喝个茶，人家也抢着刷我的卡，哪儿都能刷卡，不管什么消费，谦儿哥刷我的卡。哎，时间长了，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泰国人，这跟泰国人有什么关系？刷我的卡。哎嗨。那是说刷卡的吗？那个真有钱呐！嗯，当年我记得我刚有 BB 机的时候，嗯，我一说 BB 机，我估计得有个得40岁往上的人了哈。哎，真是小年轻的不知道了。现在没有传呼机，嗯 ，BB 机啊，就这么大一小玩意儿。最早是数字的，对，数字的，一呼多少多少号，嗯，还带个小本儿，拿那本儿得对，哦，才知道是赵先生找你。哎，坐公汽车了，好容易有一座，嗯，这个响了，停车。下去找公电话给人回，嗯 ，BB 机，那就也就算方便了。后来出那叫什么汉字的，对，汉显的，这么多个，嗯，汉显的有这就了不得了，嗯，我最早有这也是我乐得都不行了，怎么呢？汉显的，高兴 ，BB 机好几千块钱，是高兴。那会儿于老师就有手机了，啊，我用手机比较早，那会儿叫大哥大，是这么多个吧？老式摩托罗拉的那个黑的。对，硬塑料是，这么憨，嗯，这么高，呵，上面立着一天线，啊，对，这么大个吧，啊，人家就用那个了，也不方便，但是从来没看他显摆过，没有，这显摆什么呀？我们这拿着 BB 机，哎，看我，啊，汉显的，是 BB 机，嗯，3000多，对，我们还这个撇着大嘴显摆，人家于谦儿，嗯，云淡风轻的看着我们，哦。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你等啊，嗯，这个，你管这叫云淡风轻啊？啊，我去，咱们这先不谈啊，我这干嘛呢？来电话了，我这没明白，来电话我干嘛这样啊？震动的，这震动也太厉害了吧？这个，我们都傻了，
哦啊哦，来电话了，很低调。哦，我这想低调都低调不了，我这看着我们于老师微微一笑啊，这才伸手哦拿电话，赶紧接。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哎，什么蹭一脸呀？嘿，嘿，这是杵到嗓子眼去了，这是。你好，啊，我是雨谦。别说了，我，啊，怎么样？打错了，打错了，这电话接的，常联系，哦，还联系什么呀？谁认识啊？挂了电话，赶紧吧。放回去，没听说过，我这电话塞到哪儿了？我这电话，啊，裤子上有一个口袋，啊，这个口袋比较紧，啊，所以就，哎，啊，你以为是？我以为是塞皮带上了。行了，反正一听这声音就是穿破了口袋了。哎，这么长，别比划了，那么憨，行了，黑塑料啊，上面带电线的这么一块吧，行了，大气，嗯，这是大气吗？这，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啊，哎，行了，行了，行了，这还能答应就不错了，嗯，有钱，这不叫有钱，全中国说相声最有钱，嗯，就是于谦。嗯，谈不到，他真有钱啊！啊，他不像我们，我们挣点钱，这一句句说来的苦熬苦业，都一样吗？人家家是祖产，啊，留下点钱。现在你看，说相声于谦，嗯，清朝在北京街上，你看你于谦敢这样说，你就完了。哟，怎么着就完了呢？人家跟皇上沾亲戚，啊，我们倒是宗室。清朝，咱跟马路上看见于谦，咱们都得跪那儿，都这么大规矩。等人家于大人的轿子过去，嚯！你要那会儿于谦说一句完了啊，人家于谦过来拿着刀，啊，哎呦，两刀，哎呦，咱的自行车带就扎了。哎，我是流氓啊，是怎么我扎人自行车带去？我就是有身份呐，啊，有什么身份，啊，他实际上他是满族人啊，我们在旗，在旗是满洲尿黄旗的 啊，尿黄旗的什么香黄旗的，你闻着香啊，哎，这你闻着是骚的，是满洲什么骚黄旗的？那没听说尿骚旗，这是尿骚骚香黄旗，香不劲儿的黄旗。哎，对，哎，香黄旗，哎，跟皇上沾亲戚是。皇上那支儿姓爱新觉罗，对，他们家这支儿，嗯，叶赫那拉，哎，就那支儿的。宣统退位，取消帝制，嗯，北京城旗人改汉姓儿，哦，爱新觉罗改姓金，这叫的多。叶赫那拉改姓拉，我们挑这字儿偏点儿啊。老拉家，哎，还老拉家，有祖产啊？那倒是。前门外前门大街，嗯，路西，哦，这那一趟胡同，嗯，都是人家家里的，全是我们家的。哎，皮条胡同，嗯啊，有这胡同，嗯，皮条胡同，嗯，拉家，哎，就是拉皮条那家是吗？这个我们不歧视工作，哎，这没有这工作，热情，没听说过，态度好啊，在哪儿？啊，反正是那胡同是您家的，对不对吧？哎，这么说行，这不就结了吗？啊，包括到后来他搞对象，嗯，也说了，必须得是旗人，啊，对，那是我们得门当户对，那当然得找一个合适的，是，这太对了，嗯，到后来，他这媳妇儿啊，真是也是满族，哦，也是爱新觉罗那阵儿的，哦，哎，你说这玩意儿，这媳妇儿家里边爱新觉罗的，嚯，他们家叶赫那拉的，嘿。这在一块儿门当户对啊，对呀，他老丈人我都认识，谁呀？北京有名啊，哦，爱新觉罗冤人啊，哎呀，就他老丈人，那就是坑人呢，那不就是？什么叫坑人呢？废话，冤人不就是坑人吗？就叫了个名字，咱不会写，叫冤人。哦，哎，两家门当户对，嗯，他媳妇没问题，大户人家，哦，富贵人家的小姐，那倒是，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是吧？他是那儿的小姐是吗？就那歌厅旁边有一大宅门，有大院子，他媳妇住那儿。你把他说清楚了哇！在这之前给介绍多少对象了啊？来一姑娘，来一姑娘，他看不上，
不行，不对眼，瞧不上。哦，不行。一直到遇见他媳妇儿，哦，俩人一对脸，嘿，姑娘站在这儿啊，于谦一瞧，哼，怎么样？于谦，嗯，定眼一看，哎，就说这个姑娘这个气质。你先等一会儿，你这就这表情，哎，不要往下，磨磨丝儿，你先就不就别说姑娘了，哎，我怎么看人家来了？定眼一看，那叫定睛一看，知道吗？差不多吧，差远了。按你说那，我拿着大顶呢，知道吗？定睛一看，啊，定睛，对。定睛拿眼儿一看，去，有眼没眼？废话，眼睛没眼，就叫定睛一看，哎，就叫定睛一看。对了，哎呦，好，慢点，慢点，好，这太听了，有点啊。这嗨，啊，没事没事，还磕了一个，这是奇人呢，往里面。什么奇人？啊，说到心眼里头了啊，没听说过。于老，哎，你定眼一看，你看这嗨，是亲戚不是？定睛一看，像国舅的状态啊，没听说过，反正就看上他了。哦，就对眼光了，门当户对，就这几个字，太对了。哦，结婚之后您得知道嫂夫人的好处。啊，我媳妇儿不错，就是一天到晚我们这么痛忙，家里没个好媳妇儿，日子过不了。那倒是，这媳妇儿挑不出毛病来。哦，前些日子就这儿赶了演出啊，于谦感冒发烧，嗯，嫂子那是真疼坏了。是，谦儿你别吃西药啊。怎么呢？西药有副作用。对，喝中药，中药好。嫂子给他熬中药。嗯。大半夜就这碗中药熬到三点半，那就要时间吗？一脑门子汗呢。是，这叫贤惠。对，大半夜三点半，嫂子捧这碗中药。嗯，大郎，嗯，你喝了它吧。嚯，谦儿挣扎着啊，等我兄弟武松回来的。嗨，我跟王妈妈在外屋。哎，怎么老有你啊？这里，你老跟着搅和什么呀？很好。好什么？都改潘金莲了都，就形容那个意思呀。在我心中，嫂子这份儿的啊，还不挑不出毛病来。嗯，真好。有时候老上后台玩来，是啊，坐那儿等于谦儿啊。有时候你看后台一帮孩子们啊，围着我，师傅讲个故事吧，哦，讲个那样的故事吧。什么孩子这是？你说相声的坏小子可不都这个吗？啊，师傅讲个那样的故事吧，把我气的啊，什么话你？师傅可得会别的呀，是吧？就会这个是吗？不是，我是会学，不学过一个，不是忘了吗？是吧？这好家伙，学过一个，不也串到《金瓶梅》上了吗？是吧？哎，这以后别说，就讲这个。今天不能讲哦。你大妈在那坐着，还是她规矩。于谦媳妇在那坐着，嗯，我能同着嫂子我说那个吗？对了，没品了，就是这不这，嗯，喂，孩子们，哎呀，师傅您说一个，非听不可。师傅给你们讲一个《金瓶梅》啊。嚯，真讲，诚心大声喊。哦，嫂子一听站起来了，不听了。哎，列位，嗯，这叫懂事儿。对了，他不能说，你别说了，嗯，那不像话了。哎，我这讲金瓶梅，嗯，嫂子站起来回避了，到门口一回头，啊，上这儿说来，哎，那儿讲去呀。好家伙，这玩意儿开小灶呢还。那是我形容的气质，这没听说哪有这气质。嫂子真好啊，那回在德云社，嗯，赶个啰啰的一进门，把我饿的呀。啊，打外边录像回来，快上场还没吃饭呢。啊，对门卖牛肉面的，哦，去给我端一碗，吃碗面。我们那牛肉面这么大碗，对，大碗牛肉面，嗯，端在手里，拿筷子来，嗯，就这一口还没吃，嗯，拖着大碗啊，啊，一口没吃，咵门开了，哦，他媳妇进来了，嗯，嫂子一推这门，啪，哟，把我这碗弄地下了，咵碎了，就别吃了，哎，嗯。就我这哎没说完，嗯，嫂子聪明，话到了，说什么了？没事儿，哦，我陪你一碗。哎，我心里热乎乎的呀，我是得回家。你早就该回家，陪一碗什么？陪你一碗面，你知道吗？你以为呢？那是我想多了。没有，就是这么举起，没听着，没有您这么说话。反正我是爱跟他们两口子聊天，因为都是朋友嘛。是，有时候路过前门那儿，德云社在天桥，啊，差一站地。有时候我打前门走，愿意溜达过去。嗯，走到那儿，有话，皮条胡同。哎，别提这胡同，墙上画个白圈，写个拉字，人都写拆，我们家写拉。这是谦儿哥的家啊，叫门吧。嗯，啪啪啪，一砸门。哦。
打里边出来人一听声音就是嫂子，怎么听出来的呢？一边走一边唱啊，哎，他好唱。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情人郎你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豆豆来，脱毛裤，对，穿上穿上，这立春了，穿什么毛裤？想得周到，废话，您这才开门。嗯，哟，德刚，你看咱们得规矩啊，啊，你别看玩笑，见嫂子不能不像话，多新鲜！咱过去老话说得好吗？啊，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这是应该规规矩矩的啊。嫂子好，多好吗？嫂子也大气，他说什么呀？死鬼，嗯嗯，小没良心的哟，你还知道来呀？我是没办法呢，啊，看得紧的，哎，去你！这有这么对话的吗？这来，快来吧！啊，你有日子没上家吃豆腐来了。哎，吃什么来？嫂子会做饭呢。啊，麻辣豆腐、红烧豆腐做的可好了。说清楚。哎，焖米饭吃，吃完怎么样？啊，好好手艺。行，嗯，吃完了啊，洗个澡吧。哎，哪儿洗澡去？买的冬枣啊，水果大冬枣。怎么那么别呢？我这话说的。我不能跟你们胡说，啊，就是你老往外处想，不是，我是真拿他当我自己亲哥哥呀。是啊，因为我也知道人家两口子感情好。是，那年嫂子生孩子，就我陪着他啊，在手术室外边等着，哦，真看那谦儿那眼泪吧嗒吧嗒的，感情在那儿。哎呦，媳妇还没生，这怎么办呢？啊，我陪着，别着急，哥，别着急，一会儿带相信大夫，相信大夫。哦，大夫出来，反正有点困难。哎呦，咱们也在尽力。嗯，那个现在高科技 啊，有一种针，于老师您愿意打吗？怎么个针？打完之后疼痛转移，转移。哎，打完这针之后，然后这个产妇不疼，哟，丈夫疼啊。谦儿哥，打，那没问题啊。打针打完了啊，孩子顺利降生。哦，他也没事儿。是，嗯，没把我疼死。要有你的事这里啊，你别老跟着往里掺和，行不行？心疼啊。哎，这。心疼啊，心疼了。所以我跟他的关系，我们这叫通家之好，可以这么说。啊，有时候媳妇在家呢跟嫂子聊会儿天，嗯，有时候跟他父亲们坐在一块儿也聊会儿天，也挺好的。没有父亲们，没有没有啊，表示多嘛，阔就我表示那么多干嘛呀？我爱上他们家去啊，站在屋里边看，跟在故宫没什么区别，至于吗？啊，哎呀，太好了啊，哦！你看孩子哭了，别闹，哎，这孩子。啊，有人去过于家，有人没去过，有人在电视上看过采访，哦，屋里哪样东西都是文物，啊，都祖传留下来。有的时候我出去上哪儿穿个串啊，嗯，弄个手鸟啊，啊，完事爱上他们家去，哦，让他父亲给看看，他懂。老爷子，您看这行吗？嗯，当然到人家拿不出手来，嗨，咱玩的那个，你说几千块钱就还确实不错了，嗯，到人家家那就是清宫传下来的呀，那老的，那人家就玩的东西，咱哎呦没法比啊，咱那个蜜了跟人家比，咱得扔。蜜蜡也不行吗？咱那个松石就不能要。松石，人家家里那个琥珀，那看，哎呀，琥珀都知道吧？琥珀有，琥珀蜜了是一回事儿，嗯，啊，透明的和不透明的，不透明的叫蜜了，透明的叫琥珀。对，几百亿年前啊，树啊，松树什么的，掉的那个油脂，哎，这松油子，松油子掉上了，嗯，又过了多少亿年，咱也不懂吧？嗯，再出来就那个玩意儿，对，一块一块的，石化了，哎，这叫琥珀。嗯，里边要有一虫子啊，哦，了不得了，那叫虫珀呀，价值连城。对，有一片树叶这都行啊。啊，是是，有小飞虫，哟，就了不得了。嗯，人家家那个琥珀啊，人家那个，人家里边带长颈鹿，知道吗？傻鹿啊，这是一多大的松油子掉下来都不跑，跟着这就是赶巧了，滴答啊，来一滴的，哎，掉到鹿身上，嗯，哎，等着，打这起就愣了，哎，没听说过，就傻了啊。啊，反正哪样都挺好啊！吃饭那个碗啊，人家吃饭的碗，德刚，看我这碗，这碗怎么了？75万，这么贵啊！我的天，我都傻了啊！你看看，不敢看，怎么了？没接住掉地，算谁的？这不至于，75万，看看，给看看，接在手里直哆嗦啊！好东西，确实是沾老气儿，老东西嘛。翻过来看，有款儿，写的什么呀？微波炉专用。哎。我们家撑的是怎么着？75万买一微波炉的碗，太有钱。上您家去，我的目的就是长知识，学能耐，哎，学能耐，对吗？对，跟他父亲一块儿啊，我爱跟他爸一块儿待着啊，是吗？真的，因为他父亲，我认为那是个万宝全书，哦，全懂。说句不客气的话，到北京连洗澡都是他父亲教的我。洗澡还用他教吗？老北京最讲究洗澡，哦，讲究的主是这一天在澡堂子里待着。
哦，那叫糖腻子，澡堂文化。对对对，老头从早上起来就去。哦，我原来没有这么讲究啊。嗯，人家老头跟我走。哦，青花池看一看，那儿可是好澡堂。老头带着我，嗯、虎坊桥啊。对对对，指着那块匾，嗯，青花池，看看吧。啊，百年老店，没错，在这儿洗澡是身份象征，确实是在这儿洗。嗯，老头脱了，嗯。脱呀，少爷。对呀、啊，我说老爷子别去。为什么呀？还没进屋呢，门口啊，大街上脱光眼子了，就没听说。哎，老头就站在湖广会馆边上就。好家伙，要卖票是吧、哎？卖票还不错。我这才搀着他过马路，上对过洗澡去、啊，还得先过马路。你晚点脱不成？湖广在马路这边呢。我废话，我青花池那边。我没说这地理。我就说我这份孝顺，我扶着他直接过栏杆啊，按规矩说。还翻栏杆我没带他到二环去，我就便宜他了。好家伙！真的吗？检查身体都没那么大动作。那错不了。哎，倒是仗着清静，一万多人看。那能少得了吗？这是啊，就说这意思。洗澡跟老头学，怎么叫享受？人家那是真享受，是老头青花池洗澡，嗯，洗头一水。什么叫头一水呀、啊？就这一天澡堂子来多少人洗完了、啊，把水放干净了，啊，刷完了池子，换完了新水，嗯、啊，谁第一个进来洗，嗯，这是身份的象征。哦，这叫身份。凌晨四点啊，头一个下池子，这么早，这叫头一水。嚯、哦，就是你爸爸就这个。就大清朝一老一少，就这个贵族气息改不了。那是，就必须这样。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啊。那确实，暴发户一天一万个，嗯，贵族气息三辈儿出了一个。真是这样。那是骨子里的东西啊。没错。早晨四点，他为了洗头一水啊，你说这个身份，他讲究嘛？伙计们在里边换水，啊、快点，快点，快点！老爷子外边等着呢。是是是，身份啊，嗯，老爷子在门口。这还贵族气质呢，这，这差点没冻死。这个，行了行了，一会儿这里边伙计赶紧把门开开。嗯，嘿，进，请进来。是请进去的吗？这，进来之后下池子啊，哎，上来了啊，这个啊，这池子兑凉水啊，哦，烫了，下这池子，嗯，这个得兑热水啊，还凉了，水温合适了，哎，门一开，嗯，客人们都进来了，哎。他给人试水去了吧？他这是，这不是洗澡去了？有身份？有什么身份？我就爱看他爸爸在池子里边啊，就顺着池子边缓缓下水，烫的大气呀、啊！嗯，哇，噔噔噔噔噔，这淹死了，没听说过。哎，脚底下没死住地。哎，对，接着假牙。哎呀，在池子里涮，别涮了。万幸是头一水，哎，这水到这儿啊，在泡吗？泡，开心。别喝，别喝。我爸爸泡茶碗里头了，这张嘴就喝呀，这样。跟这泡会儿啊，上来又搓澡，嗯，搓完澡吃早饭啊，吃早点。一天那雷打不动，就这三顿饭啊。他讲究养生哦，而且老头吃饭没有吃饱一说，怎么叫六成饱？哎，这是最健康的。咱不懂啊，人家这个有钱人的身份啊。嗯，老头一顿六分饱，就这样。为了养生，半饱。早上起来，嗯，卤煮火烧，卤煮火烧就是卤煮小肠，不要火烧啊，不要火烧，哎，干吃肠啊，吃肠，一大碗哦，就蒜，咔咔咔咔咔咔，这才六成饱、啊，哎，六成饱，哎。全靠猪肠子啊，填六成饱。好家伙！再不够，然后拿蒜凑。哎呦，嘿呦！哎，这早上起来，贵族到中午要吃正经的午餐了。哎哎，就是那个炖吊子、嗯，这是大肠了。哎，猪大肠，猪大肠。哎，大盆吧，来大盆啊！他倒不护食，那是、啊。到晚上要吃点清淡的东西了。清淡的是。猪大肠刺身，哎，生的呀，刺身现杀的猪。好家伙，这猪都捆好了。嗯，师傅拿着刀跟着等着。老爷子来了吗？啊，来了啊，走，嗨，宰了，宰猪。嗯，先给掏了肠子。哎呦，啊，掏完之后弄好了。嗯，这边师傅抱着。哦，肠子头递给你爸爸。嗯，你爸爸把这肠子头搁嘴里。你先，就。
你先等会儿吧，等会儿。拿着肠子头做呢，不是吃肠子呢，那是吃肠子里头这点玩意儿呢。热乎乎啊？什么热乎乎啊？我爸爸一天太骚气了，这个这点饭吃的全是肠子，六成饱。哎，六成饱，一般的人看看就吐了啊。那是，他也是硬吃。那是，睡觉前啊，有一顿甜点，还甜点人参。这可好东西了，东北野山人参啊！哎，得有这么长。嚯、哦，拿红糖把它腌透了。哎呦，睡觉前三根儿，睡觉前三根儿，每天啊啊，睡觉前三根儿。好家伙，列位，红糖、啊、腌的人参，嗯，人啊，嘿啊，大象也受不了啊，多新鲜呢！老头吃的眼珠子都红了。是啊，好几天不上厕所啊，啊是上火呀。我去了，嗯。哎，德刚，哎，好几天没上厕所了啊！看我这眼珠子都红了。是，你看我这怎么回事？肚子长得难受，就结不出来呀、啊。嗨，大爷，张嘴。嗯，张嘴啊啊！什么毛病？便秘啊？怎么瞧出来的？他是看张嘴看便秘？我觉得状态看舌苔嘛，看舌苔嘛。您呐，嗯，蜂蜜，您那人参什么别吃了，再吃非试试不可啊。啊你这个嗨，其实也不用费那劲，你就买点香蕉吧，买点好的，好的那个大香蕉啊，买一把，有两三根就行啊。哦，哎，吃吧。过了几天我又去了，嗯，大爷，嗯，香蕉怎么样？不管用啊。不管用吗？大爷，你走到现在也没去厕所呀？嗨，不能啊。啊，于谦也便秘，嗯，我给他出这主意，是他吃了两根就好了。对呀。啊？怎么着？吃啊。你以为呢？可不是吃吗？不就没听说过。手机占着地方呢。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废话，我这够来告诉他赶紧怎么吃，怎么多吃点青菜啊。就是说良心话，老头有个头疼脑热，我真心疼。那是因为这关系在这儿，交情在这儿，那真疼他。没事我还上找他玩去呢。啊，走到胡同一探头，有话啊，你父亲在门口呢。哦，老头没在屋里边。哦啊，跟院外边胡同里边、嗯、他父亲正站街呢。啊，这叫什么话？这没在屋里边，不是街上站着吗？在马路上晒太阳呢。啊，晒太阳看书呢。什么晒太阳？是吗？老头拿本线装书，老版的。他父亲嗯站在胡同里边。哦，跟这儿摇头晃脑的。啊，你先等一会儿。你这个文化跟谁学的呢？摇头晃脑。哎，这摇头晃奶那是我妈。记住了，有时候我跟老头也说、嗯、我说您现在不错，吃喝不愁，孩子们也都好、嗯、儿媳妇又孝顺啊，您这一生算行了。不行、哦、我就是一个嗨、嗯、我怎么说，纨绔子弟、哦、这一辈子啊，吃喝玩乐少爷样子。我说句良心，到老了老了，有时候我看着谦儿他们这么忙我也难受。是啊，我给孩子帮不上忙啊。可是你说我能干点什么？嗯，从小家里那个身份啊，轮不着我干活，什么也不会，是不是啊？嗯，所以说有时候我也想做点贡献。好啊，老有所为嘛。嗯嗯嗯，哎，说到做到。怎么着？没有几天，你父亲就想了，要去抢银行。哎，这是给我找事儿呢。哎，仗着呀，他有个优点哦，记忆力不好。这是什么优点呀？这是拿把菜刀哆里哆嗦奔银行了。嚯、哦！一进门，人保安大爷什么事儿？嗯，忘了，哆里哆嗦又出来了。嘿哈，保安给送家来了啊！老头很感动哦，做了个锦旗，写人民卫士送的。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老头后来自个儿说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对，劫财不行啊。”那您打算劫色？哎，好家伙，真能想！也不谁给他出的主意啊？拿块手绢哦，买点乙醚啊，真懂这乙醚。只要一捂，人就晕了。嗯，老头高兴坏了。啊，冬天，晚上，嗯，拿手绢，一米撒在上面，倒点，奔外边，嗯，公园附近，嚯，找那个单身女青年。哟，老头，就这模样还劫色呢？这个，老有所为啊！别提老有所为了，老有所乐。啊、对。老有所为所欲为、哎、给孩子呀减轻点负担。哎，对，我也别老跟家里混吃等死了啊。对，给社会做点贡献吧，这样死得快。嗯嗯，前面有一姑娘，真来人了。姑娘背着小包，穿一高跟鞋，哦，下夜班，夜里十一点多，嚯、哦，
姑娘跟那嘚儿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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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你爸爸高兴了。呵，来，追得上人家吗？紧着往前追啊！啊，姑娘听见后边有人了，啊，怎么着？一回头，你爸爸害臊了，哦，假装，哎嗨，自己给自个儿捂上了。你爸爸再睁眼啊，转天早晨八点多，嚯，在公园里边啊，大长椅子上躺着，哦，一丝不挂，谁给谁劫色了？这是。老头挺高兴啊，挺好。什么挺好？挺好，这不就老有所为吗？谁给？你别看他脑子不好啊，你像这日子他开始忙了。忙什么呢？找张纸把亲戚朋友都得写上。干嘛呀？快过年了，哦，给大伙儿得拜年，这规矩他有。先去谁家，后去谁家，嗯，几点到哪儿，待多长时间，嗯，都得写上，这是有讲究的老理儿啊。嗯，第一家谁？哦，你岳父，那是必去的，爱新觉罗冤人。别提这名了啊，啪啪啪一打门，老亲家你岳父开门。 嗯， 嗯，你爸爸打外边进来了，哦，还拖着这个呢，点心。你早说呀，点心。你以为还是那个了？废话，我以为还是乙醚呢。不是不是，没有初一用乙醚的。对，十五也没有。一开门，你父亲打外边，嗯，哎，进来了。嗯，你岳父打里边。好，哦，这好，俩人指不定谁劫谁呢，要不成亲家了吗？对，这个门当户对很重要。人家没听说过，你岳父是拿着个水壶，哦，拿个水壶，全这么拖着。呦呦呦，快去！哎呀，老哥哥快来吧！高兴了，倒水。老北京人过年可不就这个吗？是吧？嗯。但是呢，你岳父家里边终归是皇上这一支儿，哦，家里边老理儿多啊，那更全了啊！您别给我拜年呢，嗯，要拜年给老祖宗拜年呢。老祖宗把客厅打开了，嗯啊，墙上挂的都是画，哦，都是大清历代君王，哦，这应该拜及娘娘，哦，歌进什么所有的这些大官小官屋里都有，哦。哎呀，你爸爸打外边进来了，嗯，啊，磕头吧，磕，啊，挨个磕吧，那得，啊，嗯，打头一个开始吧，嗯，这就算是。我觉得你老丈人就算是挺厚道的了。怎么呢？哎，从进关之后那开始说，打顺治开始。啊，好家伙，嗯，这要进关之前那就太那得磕死 啊， 啊！这是头一辈的老祖宗，哦，来吧，哎，老祖宗磕头了。嗯，磕一个吧。这老祖宗的老祖奶奶你也磕吧。这得磕，磕吧。嗯，一个一个皇上啊，你爸爸初一早晨去的，哦，啊，然后正月十五回的家。好家伙！嗯，到家之后自个儿也琢磨啊，啊，不对呀，啊，啊，第二辈老祖宗，第三辈老祖宗，啊，第四辈第五辈，嗯，啊，溥仪之后又出了三十多辈是谁呀？怎么没听说过？不成，嗯，我上了冤人的当了。嗯，啊，那是冤人。他这个名起得太合适了，嗯，啊，我也得报复。这怎么报复啊？可是你们家没这么多老祖宗画像。对，你爸爸真有主意。他干嘛？找卖年画的。哦，卖画。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要那个一个男的配一个女的，哦，一个男的配好些个女的。嚯，卖画的这小子是个坏蛋。怎么呢？他平时卖的是年画，偶尔呢也为一些特殊人群啊进一些特殊的画，就那个黄色画片，这我懂。哎，你有点家传啊。废话，你说的就是那意思。西洋的油画，哦，肖像裸体的那个啊，大爷您真要啊？我要，嗯，太好了，弄一大捆。哦，你爸爸抱回家，这回行了，行了，冤人你来吧。哦，等着他到我们家，我让你磕死啊！哎，老祖宗，老祖奶奶，老祖宗，老祖奶奶，哎，搁在屋里等着这一大卷子没打开。哦，一直等到你岳父来啊，一进门，哎，过年好，我来拜年。好，亲家，哎，就等你了，可来了，老祖宗、老祖奶奶都等你呢。哎，你准备磕头吧？来，这是我们家第一辈的。嗯，哟，你来早了。嗯，老祖宗还没起呢。这没听说过。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德纲、于谦。好，受累了大姐。嗯，这大
半夜的快一点了，你们不家走。嗯，哎，他又爱你了又啊啊！哦哦，好好好，谢谢各位啊！哈、嗯，姐、啊，你拉倒吧，你快。嗯嗯，就这点了，你说这快一点了，你们跑着听相声来，还有王法没有了啊？没有。哎，那行啊。昨天封箱，今天封箱啊，两天，两天封箱啊。行啊，你再不封箱就又该封箱了啊。嗯，谁见过一年这个年终就封一回、嗯、啊，谢谢各位吧啊，这个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每年封箱的节目其实来说娱乐性更大一些。哎，对，玩嘛。哎，有不熟悉的观众每次看完封箱，他们怎么跟台上这么闹啊，这么这个不严谨呢、啊、哎，这不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唯独这场演出，目的就是开心，这连欢的戏啊。每年春节前最后一场演出，大伙儿台上台下这么一乐呵，其乐融融。嗯、对啊，不用这么严谨的来看。唯一今年的缺陷就是时间往后推了半年啊。嗨、哎，你要春节前看这个，大伙儿开心着呢啊。没事儿，我们年末还开箱呢。那倒是啊，年末就别开了，又该过年了啊。一晃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好家伙，半辈子。那倒是真的啊！我跟谦儿哥、嗯、连嫂夫人，我们几个人怎么老有他呀？这个有他没有他？不，这咱俩你别提，咱俩有他没他？没有他，嗨，是不是？甭提他，嫂子这份儿的，我真是。嗯，行了行了，就是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我不用你嘱咐这个。真是肯定好好，而且对孩子也要好好的，真的啊！是您放心，孩子因为现在上学了，有时候小孩上学淘气，不爱写作业啊。那回他管孩子，啪啪给孩子来两巴掌，哟，我心疼的，我跟你有你什么事？这里真的就说这意思是吧？啊，你对孩子好一点啊！我就不用你嘱咐，我们俩人这个是这是打小一块长大的。是我那会儿，我现在上岁数了，可能是老实下来了。怎么呢？我年轻那会儿我可淘气了，你淘气，我就爱跟谦儿哥斗。我们俩好啊，那会儿也是他、嗯，他在我们这里边算最有钱的了。怎么还叫最有钱呢？因为他那会儿他趁辆自行车，啊，那就有钱了。我们没有自行车啊，看着人家，哟，那借我骑一圈哦，他那大二八的还高，我还腿短啊啊，还这掏腿骑啊。哦，对，那就骑着玩呗。哎，就练，有时跟他斗，嗯，把自行车那车铃铛我还给他拧下来了。你淘气吗？啊。那会儿都玩这个，我们小时候，嗯，七十年代生人，哦，偷人铃铛盖是，哎，玩这个，没跟我生过气，那生什么气？其实，哟呵，嗯，没有了，没有就没有自个儿喊啊，哒铃铃，哒铃铃，哒铃铃，啊，我自个儿喊呐，啊，你像他打北京上顺义办事去，嚯，回来嗓子都哑了，我安一个不好吗？你看看，就是没生过气，嗯，我一看不生气，这你不生气就没劲了。哦，我把车座子给他卸下来了。你瞧这个车座子卸下来，这回你得跟我翻脸了吧？啊，没有啊，哗，气声，哎，奔石家庄了啊！嚯、哦，我这过瘾呢，是怎么着？我这，我什么叫过瘾呢？废话，你这还不生气呢？啊，我前两天我跟他说，我说你记得我小时候，我车座拧下来吗？啊，哦，嗨。真的没想到的事情啊，没想到的事情，我这还没想到呢啊！但是后来想，可能就是要有这事儿，就是你干的啊！我说这就是哥们儿之间的交情啊，不生气那可高兴啊！嗯，后来把车座给安上了，翻脸了啊，翻脸了！我不习惯了是吗？我这啊，好哥哥呀，这是啊啊！现在后台的孩子们谁看见他都比看见我还要亲，嗨，他跟我玩的多。你看张九南啊，他们在台上，其实台下也那样啊。啊，就是你们都认识张建宇是吧？嗨，这别，张建宇、岳龙刚啊，嗯，秦凯旋啊，不、哦，何健、张立民就这帮孩子，哎呀，字儿全摘了、哎，一个不留。来来来，上来跟你大爷玩会儿来，快来快来，你大爷等你们呢啊，来吧，来到一块儿，就别那么天真了，嗯，这都认识哈。来吧，一块儿吧，一块儿吧，快来快来，演完了咱们吃早点去了。嗯啊，快来快来，这家这，哎，这孩子们伴随着音乐声就走上舞台来了，哪有音乐声？嗯嗯嗯。我们从花篮后边的曹鹤阳开始吧，好吗？啊、都不往前上了啊？为什么都躲到那儿去了、嗯？有没有你们喜欢的演员？我们聊两句。来，谁？哦。啊，那关九海，关九海，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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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关九海是我们这儿长得最媚的一个孩子啊。嗯，这是把家里背面拆了吗？啊，大伙儿喜欢你，给大伙儿说一个还是唱一个呀？哦，那说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吧。好，唱一个吧。哎，什么呀？唱一个这个啊，乐什么啊？乐后面的，咱踹的不是，是不后面没人了都？别着急，都有啊，来。唱一什么？唱传统的就别唱了，师傅在这儿不好意思唱。那怕什么呢？啊，唱一个这个《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吧，好不好？嚯、啊！简单就清唱两句啊。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て、あしらいが痛みよ。殺すいでこの木をぶちるあしら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て、勇気で踏み出そう。この熱い思いも避ける目で欲しい。I wanna cry for you。别走，对，第二句什么词儿来着？你们这歌唱的跟骂街似的。啊，听出来了没有？哦，这还不如讲《西游记》呢。那行啊，行，好了，谢谢师傅，取经去吧。好，杨九郎，杨九郎过来，哎，哎，快来，你看这多主动，这多开心啊！来了，把刚才关九喊的歌再唱一遍。这嗨。爱听不会，那你来个你会的，来一个我好的，就唱最好的那个。太棒了，嗯。舒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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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舒克，谢谢大家。那叫漱口啊，漱。张建宇，你能不能把四个贯口搁在一块儿说一遍？我你再来一个大伙儿喜欢的，我也唱一个师傅。好，我感觉刚才演的不是很好。哎呀，干嘛挺没好过，所以我心情挺低沉的。哦，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叫声儿推开风。这个。看完了张九南的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得吃包辣条压压惊了啊！你得想谁？实在是听不清楚。这你们跟喊冤似的，不行啊！谁？岳云鹏啊！好，来，来，小岳，这玩意儿躲不开，来，快来，乡亲们在呼唤你。这是德云一哥组合啊！对，快来吧！昨天就是我跟琳琳啊！对，今天还得我们哥儿，我们就对了一遍那个。太好了，那没有对。对，现在就更瓷实了。来吧，那我们来吧，那就唱了。还等什么？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银锁链儿啊，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哎呀，上当了吧啊！张鹤伦，啊，孟鹤堂，来吧，都免不了，来吧，哎，快来，发昏当不了死。我们呢，我们这个昨天我得解释来吧哈。对，昨天是这样的，昨天本来他那节目里有我啊，有我，但是我不是陪着侯老师出去了吗？啊，然后就没演上，所以今天我们俩直接别废话啊，好，开始吧，一二三，走。梦 C 苦了梦哈，苦了梦 C 梦 C 哈，苦了梦 C 苦了梦哈，苦了梦 C 苦了巴拉梦 C 耶，这里是中国内蒙古 hiphop， one two one two 你的神话，梦 C 苦了苦那个梦 C 了苦了巴拉梦 C 了梦 C 嘿，梦 C 黑苦了梦那个我干啥呢干啥呢，苦了那个红色，苦了苦那个。从来，一二三四，梦碎。
秦霄贤，是他主动要求的。来来来，王九龙，快来，让我外甥给大伙来一个啊！我摔死我啊！这就表演完了？不是，我今天我也没太准备什么啊。我给大爷表演一个吧。可以啊，大爷您这是啊，留神啊，这是拿我着底呢。对对。大爷，我给您表演一个摸头杀，好不好？什么叫摸头杀呀？您不知道吧？啊，你来了，我告诉你啊。啊。这个还挺好看的。张浩伦，快来，张浩伦。哎，这个又到我了啊，大爷您站好。你也摸头杀。我这摸头杀我都是以唱为主啊。哦，谁在山中点了一支烟，烫头喝酒应该是于谦，虎林放火人人有责，大爷被罚了5000元。这次没编好，我站不站这是两可。秦凯旋，快来，来那傻子过来，来大华，我们有个集体的小节目，俩人的刚子摸头杀。饼哥，饼哥，栾哥，来，您要赢，走，我们都陪你了，我们准备好了吗？别垮了，好好好，来。来啊！我也没起那么高，老脸都在这儿了。等着，好好好，起头呢啊！来吧，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只能靠自己。社会很单纯复杂，咱是人呐。这是个批发的节目啊！还有没有要看的？上九溪走了没啊？九溪走了。啊啊，陶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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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陶阳走了。陶阳没大褂，借的谁的大褂？借的上九溪的大褂啊。借陶阳。你要看这穿着打扮，一定是于老师的老大哥。啊，来吧，大哥，您来一段吧，好吧。唱一什么呀？是唱党亮。行，党亮，来吧，快！我跟着唱，我就不叫他唱了。行也行。我觉得你们不用躲那后边，没用，真的。您往里，您往里，您往里。我谢谢你，谢谢你。刚才他演出上叫我有你吧，是吧？我都表演了一个，好，一起来，我起头。好久不唱了，词儿我都，你怎么还戴牙套了？快唱！上，我上聊天来。悔不该，辕门来发笑。你唱啊！一人一句啊！不是，回不一块儿唱吗？来，我一。空嘞旷一贼嘞旷，悔不该，辕门来发笑。悔不该，与子把香儿烧。关公犯罪刘备冒，豪杰犯罪怎能够饶？小小回应速去报，就是老爷放了骨胶，七星剑把头烧，一腔热血拉着那跑，好汉英雄辜负了，汗马功劳一旦抛，将功桥前恩重义好，留下了美名在万古标。好，我们俩唱的不是一版本啊。天不早了吧？还有谁？高老师。哦，高老师很好，高老师很好，哎。父母呢？
行了，天不早了，来来来来来，都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啊！嗯。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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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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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塘。十里杏花亭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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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进宝日进斗金你福寿康宁啊！谢谢谢谢。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见。接下来这一场呢，我必须得说两句了。好，因为我们德云社呢一直镇逆女，对不对？重新来，重新来。因为我们德云社呢一直致力于，因为我们德云社呢一直，哥你说吧哥，你是不是想说德云社一直致力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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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对对。所以呢，今天我师父跟于大爷呢也破例带领一个德云社的编外人员，表演一段。群口相声，对，老两口，表演者张建宇、郭德纲、于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的掌声，还有欢呼声。其实我知道这些掌声还有欢呼声。都是给师傅还有于谦于老师。哎哎哎哎，没有于谦老师的。其实我知道，大伙儿最喜欢的还是我师傅还有于老师。哎呦，在我心里啊，这么多年，这二位一直是所有相声演员模仿的对象。哎呦，大点声。不客气。还有后半句是哦，但也一直是所有相声演员不可超越的存在。那不敢当。哎，我认为师傅跟于老师就是现如今中国相声界的天花板。我是那板，我是天花呀，我是，他是牛洞，对，大科学家牛洞。今天我能有幸跟师傅还有大爷站在同一个舞台说一段相声，这是我这辈子的荣幸。您别客气，别客气。师傅，我想说句话。你一直在说，我们哪搭茬了？就是今天我演完这场，不管明天外界对我的评价如何，对于我张九南来说，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这个，张九南是谁啊？张，人家报幕的说了哈，张振宇，张，
张九南，张九南啊，张九南啊，嗯，我真的跟师傅跟大爷在一起特别荣幸，嗯，这是我高兴的事情，嗯，当然我也有紧张的事情，哦，我紧张，我真的我紧张了，大爷，哎呀，不至于，孩子，你说半天了，我一直我绷不住自己，大爷，师傅，你说你俩都中国相声界那么大的，你说跟我就一演小剧场的，你跟我演啥玩意儿？你说，你说好几年了，你也不跟我演八马褂，你来这啥破作品这是？你字儿都摘了，还有什么可紧张的呀？你说他老在旁边就说那瞎话，你看他讨厌着呢。张振宇了吗都？这是师傅，你说你160多个徒弟，你想打谁打谁呀？你说这马上龙子科，您又招一批打手？不是这什么话这叫啊？这招一批徒弟，我害怕我跟您二位够不上啊。哎，别害怕，肯定是够不上啊。师傅，要不我走吧？哎，你走吧。你也没穿着马褂，我在乎你这个。师傅，要不你俩走吧，我把九成换上来，我自己说，我也不紧张。九成已经是副总了。你这玩意儿瞬息万变啊！师傅，我不瞒您说，到现在我都快吓尿了，我跟你俩在一块呢。我本来想装作不紧张，装不下去了。师傅，你说你的不要紧的，我跟你大爷疼你着呢啊！就算我们俩不存在，对，那你俩能答应我件事不？不能。对。这多好，商量，没省得找事儿啊！是，我就怕今儿演完，明儿有人骂我。你打哪等了明天呢？现在我就想骂你。那他们那个师兄弟都躲两边看我，你那是啊，啊，让他们开心开心。师傅，要有人骂我，你能上微博小号帮我骂他吗？你甭管了啊，谁骂你我打赏。嗯、谢谢师傅。哦，打赏，对，钱我都取出来了。嗯，大爷还是您好，是吧？大爷，您得骑着小矮马给我干他去，大爷。我主要是没小号，你有小矮马呀？你等缓一缓，师傅。好的，孩子，缓一缓。嗯嗯，太开心了啊！嗯，没事了。这个玩意儿倒好哄，你看见了吗？真的，师傅说啊，就是因为您还有大爷，嗯，我才喜欢上的相声。哦，真的，当初就是听了师傅的一个作品才爱上相声、嗯哦、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还用 MP3、哦、当时我听完师傅的第一个包袱啊，我特别想在这儿给大伙儿回忆一下，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啊、但这个包袱应该流传广泛，脍炙人口、哎、我给您学一学师傅啊、哎、好，当年师傅是这么说的，是吧？昨儿我上于谦于老师家去了、嗯、一打门呐，谦儿嫂打里边出来了，一看我来了，赶忙招呼我，死鬼，这是当年师傅的包袱。师傅，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袱。师傅，引起你的回忆了是怎么的？怪害臊，什么怪害臊？你学点好不成吗？是，对，师傅说得好，于老师捧哏也是非常非常优秀。你说点我的夸你。真的啊，你看前两天师傅那个新包袱，我还学一学啊。师傅说，于老师的父亲因为犯了一些错误，被关进去判了20年。嗯，后来因为表现好呢，提前减刑释放。嗯，于老师问，提前多长时间释放啊？师傅说，提前半天释放。于老师说，我要是我爸，我就把这半天坐满了我再出去、嗯、师傅您看，今天就是我学，还不是您二位演、嗯、在场观众都乐了，说明您二位的包袱真的是好。哎，那不是包袱，都是真事儿。这作词似的，你给常听常新。是是是，今天其实我特别的忐忑、嗯、因为我有一些担心啊、嗯，就是我不知道我能演什么。大伙儿肯定还以为我演八马褂儿，嗯，但是八马褂儿我演不了啊。大伙儿都听过八马褂儿，一个撒谎，一个圆谎，在假装呢，一般都是走一个流程，嗯，跟于谦于老师呢假装打几下，都这样吗？然后最后把马褂儿一脱，马褂儿不要了，嗯，下台就完事儿了，嗯，每年捧人都是这么一个流程。去年呢，论资排辈儿呢，也该轮到三哥孔云龙了，啊，嗯。哎，已经耽误很多年了。主要是身段好，那错不了。嗯，然后小车会的底子，我就说，我说让三哥先来。哎，三哥扒完了，我再扒。好话，我就等着三哥来。您也撒三个谎，跟大爷假装打一架，最后马褂一脱，完事儿呗。多好！我没想到啊，师傅。嗯，孔云龙一下把我们10个谎都撒了呀。啊、嗯，
您说这有这么当诗歌的吗？师傅，这个作品已经去世了。对，这就是不给师弟留后路啊。嗯嗯啊，您说他这么撒谎，他撒完了我拉什么？他不是、哎、那个重说、他撒完了我上哪儿撒？也哎好、我没得谎撒咧，师傅。哦，难为你了。嗯，这是没有办法演八马褂的第一个原因。是的、第二个原因我还是得说一说，说来听听。就是您二位不愿意跟我演八马褂。哎，为什么呀？是吗？这其实不用说，我都干。你跟他说了？没有，我不跟德云社以外的人过话。是不是观众私信告诉你了？我哪还敢看私信啊！我呀。哦，师傅，其实我知道是因为怎么回事儿，你说来听听。就是那天栾哥通知我，说你北展呀、跟师傅还有大爷一起演一场，我当时特别紧张，我说这演什么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我得发微信问我师傅，于是赶紧让栾哥先把师傅的微信推给我，现加的微信呢？哎，然后呢，顺利通过之后呢，我就问师傅啊，我得打字儿。哦，发语音显得对长辈不尊重。是是，发字儿，师傅，我跟您还有大爷北展演什么？肯定不能演八马褂了，您交给我，我真的不知道演什么，谢谢师傅。咻，过去了。你看，这连声音都学出来了。是呢。师傅呢？当时发的时候是晚上9点左右。师傅也可能是忙，就没回我。第二天早上起6:30，师傅给我回微信了。6:30呀，各位，师傅刚起床，给我回了56秒的语音。哎，当时我特别激动，开心了，因为我觉得我师傅真的疼我，他在教自己徒弟应该如何去演好一个新的作品。你师傅说什么呀？我就点开了56秒，都是一个字儿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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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我就想问您，6:30早上起，您乐成这样，谁躺您旁边了？我就想，我趁着师傅还回我，我赶紧再给师傅回一条。哎，应该的。哎，趁我师傅还能看着，我就又回。我怎么的了我？趁我师傅还能看见我发的微信，是，我就回师傅，您教我吧，您哪天有时间我上家找您，您给我说说，真的不知道演什么了。这回师傅秒回，三个文字，说的是叫爸爸。我说为什么师傅还跟徒弟开这玩笑？而且开这玩笑师傅也不占便宜啊。这个是跟你亲近的，知道吗？因为我本来就是小辈儿，对，老话说一身为父终身为日、对不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紧张了师傅，你再调整一下吧，孩子，紧张了、把这个动词拿前面去。哦，紧张了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哎，我叫我师傅是爸爸，这是正常的，理所应当的。那我就叫呗。赶紧打字儿，爸爸两个字咻发过去了。师傅又秒回我，说的是打字发语音叫。那我就叫呗。也是应该。爸爸咻回了，接着叫爸爸咻爸爸咻。姐，下午2点叫到晚上6:30呀。你师傅爱听这俩字儿。我嗓子都喊哑了呀。我中间喝了4副中药，顶不住我的脾呀。到最后爸爸这么叫的。7:30师傅还发，接着叫。我刚要叫，电话来了。师傅打的。张九南，师傅您听够了吗？没听够我还能再叫。不是，刚才安迪一直玩我手机来着。嘿，这他妈单纯善良啊。关键是昨儿后台碰见师娘，师娘说安迪还不会用手机打字呢。他就会喊啊。哎呀，我觉得您就是不想跟我演。不能、师傅，那我说句话，您能不能啊，就是别往心里去。我凭什么不往心里去？大爷，那我问您吧，还是啊，你师傅听着呢，你说吧。我问您啊，大爷啊，这么多年，您有没有觉得我师傅稍微有那么一些小心眼儿？这还用我说吗？
这个都从何说起啊？师傅，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说您小心眼儿，不是你想说什么？就是我知道师傅为什么不想跟我演八马褂，你说说。师傅记仇。记仇，去年就在这儿开箱啊！师傅在台上介绍演员的时候呢，没管我叫张九南，就叫张建宇，等于把我字儿摘了。其实二位您都懂，这是师傅跟孩子开玩笑啊，不是，这是记仇，记仇哈。但然后呢，我也是当时后台跟师傅承认错误之后呢，第二天我就回到小剧场演出嘛。您也懂，我这孩子嘴欠。我在台上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师傅既然管我叫张建宇，那说明他想管我叫张建宇。什么时候他想管我叫张就难了，让他来求我。我看见过这个视频啊。是师傅，我然后被观众发到抖音上了，然后主要我没想到您在家偷偷摸摸刷抖音呀。师傅，我得了解一下外边的情况。是后来师傅就赶紧给打电话，听说你在小剧场跟我叫板来着，当时给我吓得呀，我赶紧把电话就挂了，然后把师傅拉黑了呀。嚯，好家伙，我一劳永逸啊！我怕师傅再给我打呀，我是怕。然后我就求栾哥，求伦哥。然后呢，他们说带我上师傅家认错去。然后那天您记得吗，师傅？您上二楼书房，您好像拿东西去了。我拿菜刀去。然后我就在一楼，我等着您。等着挨菜刀。我也是不该啊，师傅。我就看见您那个。手机落在那个桌子上了啊！当时我一看那个手机型号还有手机壳，我就知道那个手机不是我们师娘知道的那个手机。哦，那这个手机有什么秘密呢？然后我就想划开看一看，我就过。我那手机没有密码锁呀？有、啊，我一划，先是六位密码。哦，我猜应该是您生日。我就是因为师傅是1月18号嘛，我就是118118，发现不对，我就是师娘生日，118417也不对，我又换郭麒麟的、郭汾阳的都不对啊。后来我说再有5次就该疯了，对，我就是、你师傅就该疯了，是，我就输入了一个118804，解开了。这个号码是8月4号，大爷您是哪天生日？大爷，我是1月24。对呀、啊，8月4，大娘是哪天呀？我等这个等了好久了。哦，你说是按你大娘那个生日给输的密码啊？我没想到师傅居然是。这样的人啊，然后我你怎么早该想到啊？这个不是这说半天了，你还想不到吗？别搅孩子，正说高兴的地儿，我就解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手机桌面背景图片。哎，大爷您猜，背景图片是谁？你干嘛这么一拘灵一拘灵的？这个什么毛病？哎，这拘灵怎么写？这都东北话啊！拘灵来大绿春 啊！我甭猜了，你说吧。桌面是大娘，然后我就翻到了师傅的抖音。然后呢，我就打开了，我先把那设置打开了。我就滑到了最底下，有一切换账号那一栏。师傅，我没有想到你抖音有20多个小号啊！你看看。好家伙，而且我师傅有点强迫症，就每个号喜欢的他不一样，你就这个小号就收藏京剧，我就喜欢看京剧，这个小号呢就看文玩把剑，就爱这个，你看看，有的小号呢就看大娘，就看大家都喜欢的那些东西，得跟上潮流，这大家是都喜欢。还有的小号呢就看徒弟们啊，这徒弟在台上啊演得特别好，掌声啊欢呼声啊快要超过师傅的呢，师傅给人点一不感兴趣，激励他们成长。这徒弟们在台上说师傅坏话的，比方说师傅这个头啊什么之类的，师傅给人点一举报，你看，然后呢再下载到手机保存视频当做证据。然后还有的徒弟在台上说师傅跟大娘如何如何的事呢，师傅就给人点赞，还给他们刷礼物。谢谢他们的祝福啊！我是
然后我就发现您肯定会刷到我那段视频的。会的。您是因为那记仇吗？是。那倒没有，孩子。师傅，嗯，没有没有。那您这样吧，师傅。哎，你说。那八马褂也演不成了。那怎么办呢？我也不是说，我毕竟是一晚辈嘛。啊啊。我也不能说管您要什么。哦。您稍微，就是弥补我一些，行不行？师傅，你打算干什么？就是不是，昨天不是宣布九黎天津他就是九队队长了吗？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咱们明年那济南德云社不也开了吗？啊啊啊！然后那天我听您在家跟师娘念叨来着，嗯，说人不够，可能到时候还得开十队。嗯，我想当师队长。我告诉你，我也没当九队。哎，要能成，我想当副总。啊，行了，是，我知道了。回屋等着去吧啊！师傅没跟他俩抢活儿，可说是你这人缘够次的啊！我比他们，但是我比他们性别好，性格好，吓我一跳，嗯，性格好，我以为手术成功了呢。你是那你就泰国德云社吧，你师傅快用那个小号加你了。我看这个看得比文玩多啊啊！谢谢师傅同意。哎，好的，谢谢师傅同意。好，谢谢大爷，你是想盯着以后那个，等着那个山东那个哈？那济南啊啊，十队队长啊，行，那等着吧啊，你等着吧。不是，嗯，想不想当？想，师傅，啊，想吧，嗯，哎想，哎干想啊，还这个念想呢啊。您看我哪儿不行，我都能展示一下，怎么就不行？你能展示什么呀，孩子？我什么都能展示，师傅。好，掉一地虫子你。那你不是你有什么能耐，你可以在这儿展示展示。咱不相声演员吗？啊，说学甭攒攒，我们是相声演员啊。你是二人转那边送来的交换生，你是啊？我说学逗唱啊，师傅都行吗？都行啊。好，那来个舞蹈。不是说学逗唱 啊，是啊，大爷都说您不正经，啊，师傅。听他是听你大妈说。来，四门功课我都行。那你展示一下吧。那就是先是说。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师傅啊，您说我毕竟已经拜师这么多年了。拜谁了？您呀，啊，师傅。有这个事吗？不记得。这会儿应该我大爷跟你俩人冲你高兴啊。我这好歹也演这么些年了，我觉得我在台上啊当着3000多人面，嗯，我就算背完一个完整的罐，我不露脸那错不了，对不对？因为德云社每一个演员每一个师兄弟都可以站在这么多人面前完完整整的背完一个贯口。是的，他不觉得他不会显出自己有多么优秀。嗯，所以你打算怎么着？就是我会的贯口 啊，我会的贯口别人不会。呵，还有这个哦，那可太棒！那不听了，我这嗨，您什么脾气这是？啊，准备3年了，您别那，啊，是你的事，我让你准备了是吧？您让我展示，那就来吧。因为呢，我把这四个贯口，哎，你我背着，你比方说师傅啊，我背着背着竹城水寨啊，我啪，哎呀，我跳到兵器谱，我的天哪！我背着背着兵器谱，我啪，哎呀，跳到地理图，呵，啪，我跳到报菜名啊，真快，这就背完了这四个啊。哎，还会别的技能吗？我还没说呢，没说不是趴了背呢，那不成。我能这四个交叉的背。哎呀，展现您徒弟跟别人的不一样。太棒，那你赶紧吧，来啊。哎，哎呀，开始了是吧？还等什么？我听去过那个庄园的人说，嗯，这庄子它是三面靠水，有一面靠山，山脚下有水寨竹城，竹城上有庄兵把守，竹城下有拦江锁、绞刀、绝户网。如若有人进城，必须先要通知守城人。他去的时候坐着一只小船，船上的人拿起张弓，搭上一只包头响箭，就听得日啪一声射进竹城，就听得竹城里擦啦啷啷一棒铜锣响亮，吱扭扭水寨竹门开放，来了大队的人马，真乃是号炮一声震九霄，大队人马四海潮，将足太行下山虎，马似北海出水蛟，刀枪密布如麦穗，旌旗猎猎空中飘，一龙旗朱缨双坠，二凤旗五彩缭绕，三虎旗护章血口，四豹旗豹爪如刀，五子旗旗有贵子，六顺旗随风飘摇，七星旗斗方异彩，八卦旗鹤岛英豪，九宫旗金光闪耀，
药，十面旗令人心毛，数不清兵多少来将多少，一杆大旗飘在空，一队兵一排枪威风凛凛，二队兵二人奉神鬼接惊，三队兵三股叉叉排日月，四队兵四支箭箭放光明，五队兵五节鞭鞭打上将，六队兵六花棒棒打天明，七队兵七星箭吹毛利刃，八队兵八环刀刀闪红缨，九队兵九道锁锁人绊马，十队兵十列弓弓赏凋零，由打里面划出来48只彩莲船，每条船上各装兵四名，水手四名，由打当中撑出一只虎头舟，船手站立人，此人手中拿着100样兵器，每样兵器都在兵器谱上有所书写。哦，首先说有单刀、破刀、鬼头刀、长柄短刃刀、青龙偃月刀、崩通护伞刀、三尖两刃刀、子午鸳鸯刀、金川噬客刀、曲刃突背刀、鱼鳞紫禁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眉尖刀、玉林大刀、行刑刀、黑旗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鳝鱼头刀、脊梁环柄刀、狮子环长刀、龙环柄刀、龙雀大环刀。此人拿着100样兵器要走遍大半个中国。都有哪里？就从这儿走。哦，出了北展奔西边，他要先出德胜门。师傅，为什么先出德胜门？因为你累了。反正每次背地理图都先出德胜门。嗯，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沙城、保安、下化园、新庄的宣化、沙岭的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俱乐部、周市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济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县人、陶普吉、呼和浩特、撒了旗、到了那里，来到了一个大饭店，来了一个服务员，先生，我给您报一报菜名啊。首先说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器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鸽肉丸子、豆丸子、川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肉、坛子肉、糊肉、空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还有北京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喂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涮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丸子、油白杂子、三鲜鱼翅、栗子鸡、煎丝活鲤鱼、板鸭、筒子鸡。师傅，您看这说这方面，这还。你背的这玩意儿就是折罗呀，这人抱着一堆兵器出去吃饭去啊。咱不是咱们您老二位老挑刺儿，您二位有点、啊嗯、咱不是展示一下吗？哦，这就是你的技能啊。 是不是还可以？他会背这个、啊、背的还是行啊，反正也没什么用。嗯、啊、那这说是不是就算 pass 了？那肯定是啊。谢谢。说之前就 pass 了。这不是你就多一说啊。说通过了吗？啊、哦，通过了。学、啊，学着学一个背贯口的人，好吗？再背一遍就死了，师傅。啊啊啊！学一个抱着兵器出去吃饭的人。学一什么呢？师傅，我想学一个，就是也学一个别的演员学不了的。还有这个东西啊？对了，那得多脏啊！不是，那不是您跟大，不是那个。这太开心了。就是比方说咱们在台上演出不经常有这么一个吗？嗯，就是你能学什么？我能学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哎，一般都有来一个，你天上飞你学云彩。嗯，这边说学不了，你得换一个。那云彩是我就能学呀。云彩你能学呀？能学呀。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啊，太简单了。好好好，就这，但是我穿那大褂我就学乌云了。哦，二位，这是要下雨了啊。学乌云。好，你说云彩是不是平常就在天上飘着？不是，都在地上跑吗？啊，天上飘的吗？哦，天上飘的啊。天上飘的乌云嘛。啊啊，天上飘的很简单啊。别玩，然后风大。是不是还是有效果？为什么要从德胜门走呢？但是哇，这个摘字儿不多，不多。那您要不满意，应该报警。您二位不满意，还能有别的？还有别的云彩吗？不是，还能再学一个水里浮的，师傅。水里浮的是什么？就是塑料袋儿。这个塑料袋掉到水里会是什么样子呢？师傅，其实啊，这塑料袋掉水里，你看也就这样，没什么可学的啊啊！我给您二位学一个别开生面的。什么呀？就是我给您二位学一个那个马桶里的塑料袋啊，您二位准备看。是水里泡着的，就是冲下去那一刻的啊。哦、嗯，马桶里的啊。这还来一卧鱼儿，你这玩意儿。嗯、好身上，还大身上啊！就是您看，这学习行不行，师傅？行，不错不错，没想到啊！嗯，还会别的吗？就是倒，就冲下去以后就不学。不，没有了，没有。到二楼了啊！你够逗的了啊！其实我就关于逗那方面，是我想说，就是现在我感觉无论谁的相声呢，也不会逗乐您二位。
也不见得，你就很可笑嘛。嗯，您别老贬低我呀，师傅，我这准备好长时间的作品，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哎，一开马桶就行了。就是啊，我那逗我特想展示一回。那来一回呀，孩子。您捧着我说。我得捧着你。嗯，来，行吗？可以。我这个，咱说实话啊，那么多师兄弟那相声，在您眼里肯定都不行。哎，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你不行。嗯，人他们都好着呢。但是我这个逗我要说来，您准乐。哦，是吗？啊，那咱们期待一下，听听吧。一个小故事。好，或许好。有一天夜里，师傅跟于大娘出去了。哎。你出去吧，哪儿啊？你这一惊一乍的，听着幸福这个。没听说啊？这是不是还行？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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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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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看您，你这跟谁出去，你都能乐。啊，那您看这是不是也行了？哎，那我们去哪儿了？行了。你还真当真事儿说呀？看看啊，大爷，您等会儿给师傅讲讲。哎，你别讲了，不重要。后边还有功夫没？还有个唱。嗯，师傅这啊唱，我说实话啊，唱我确实不太好。哎，不见得，孩子有弱项也难怪。因为我是个哑，不是那个不是，我跑调，师傅，我但是我能。你要跑也是从德胜门跑吗？为什么先从德胜门跑？对，因为才拿了100多件兵器呢。来吧，红丸子。师傅，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不比翻四倍好玩？先说，我是这么想的，师傅。你说，就是我唱的肯定差一些啊，我能不能用其他的来弥补这个唱？比如说背罐儿，因为师傅要背罐儿就算了。因为师傅老常说这么一句话，就是相声演员到最后拼的呢，他是文化啊。我没说过这话。太费劲了，我是认错师傅了啊！你赶紧找去吧，没有，来得及啊！我就是啊，谨遵医嘱，不是那个，就是听您的话，我经常多看书啊，多丰富自己。嗯，然后不是今天能有幸跟您跟大爷一块演吗？嗯，我就自己呢，我写了首糟诗。呵，那就是好，就是写因为有文化的孩子，哎，就是写您跟大爷的，嗯嗯，因为您二位这么多年兄弟情就是非常好嘛。嗯。我就是写给您二位的，嗯嗯，送给我们两个人的啊，那咱们听一听，很好。师傅，我念一念。孩子，你赶紧快，你够念的，快点。我这诗一共就是六句，来，好，嗯，念了，师傅，来吧，念吧。二十余年立身旁，江湖路苦未敢想。嗯，隶属世界兄弟情，郭于二位领头羊。孤身闯荡曲艺江湖，郭德纲在身边陪伴的永远是于大娘。不是，我错了，是吧？我还以为这就完了呢。马上说，您看咱是不是可以当是？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当于大娘。谢谢啊。怎么你还？其实师傅，我并不是说管您要什么要什么，我不是说官迷，师傅，我就是说，师傅，我就看您是不是也拿也挺心疼我的，师傅，我宁愿不要当这十队队长，我一辈子我什么都不干，我就乐意陪在您身边，我就给您当个碎堆，当个跟班，我都乐意。嚯，哎呦，行吗，师傅？哎呦，剑宇，我太感动了。嗨，还是没给字儿，太感慨。我就是觉得师傅，我好好伺候您，我陪伴您。嗯，但是师傅，我觉得您岁数也是越来越大了啊。为了您的身体健康着想，我怎么办呢？你一定得放弃。我放弃什么呀？我啊，于大娘，去你的吧！哎呀，谢谢。这世界很酷。